2013年8月3日星期六上午9:50，咁我哋咧就坐103喺九龙过嚟，去到观潭道港大门口落车，经港大会上龙虎山上山顶，跟住落湾仔金源小馆食山东鸡笋壳鱼同埋甜品。哇！呢间大学真系香港嘅 icon， 天气唔错啊，今日好凉快。哇！呢度真系香港 icon， 鸟语花香。哇！呢两个老友啊，好啦，我哋出发啦。哇！真系浪滔滔啊！奔流到海不复回啊！下边条河嚟嘅。今日属于水世界，不过河流咗噃，我哋遮都未洗担啊，冇雨啊，阴天咋。天气几好，我几乎都唔使担遮，今日全日行山。佢咁嘅，哇！凭信心出发啊，边有雨落啊？在山頂，2013年8月3日上午11:05，繼續行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坐纜車落山啦。到站啦！哇，多人到啊，涌上嚟啊！哇，等上山嘅人山人海啊！